错位图太尬，俞灏明竟然穿了裙子和高跟鞋去参加了发布会。看这张错位图，是不是觉得易烊千玺头顶上梳了一个小揪揪？但实际上他后面站了一个带着米奇发卡的女孩，正好在那里拍照。其实易烊千玺的这个还是蛮可爱的，尴尬的那些又是高跟鞋又是大屁股的，或者是两人牵手的，简直不要太尴尬。张艺兴的这个一眼看成了一个强壮的大膀子，并且肤色也黑了，还以为这个小鲜肉突然喜欢欧美风美黑了。俞灏明昨天去宣传发布会，好端端的挺努力的一个人，怎么就穿上了大裙子和高跟鞋了呢？仔细一看才看出来，原来俞灏明穿的是一身白，身后女生正好是白裙子，白色还不容易被看见，所以黑色的高跟鞋很显而易见。